地网，一半把它剥上去，再一半剥下来，剥下来之后这一张放下来，就会跑到这边。要看它的角度，看好剥上去，一半剥上去，再一半剥下来，这一张就好了。 一片要贴四个吗？贴两个，还有贴一点的，贴一点的动作都比较快，贴两点的动作都慢一点。那为什么有时候会贴两点，有时候会贴一点？ 刷的很快，跟挺熟悉的。哎，这是给祖先的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如果他在擦那个，擦那块那个他变浓，就变成泼吧，就是可以烧那个拜公嘛，或是那个拜地公都可以。对对。你们平常都从几点开始做？烧到八点开始，然后做到五点多了六点。 我们比较正常啊，所以你也不会觉得就是那么久时间，然后你自己都。我跟你讲，吃肉啊，实在要耐心，我有的话整天的。老板帮我示范很快的那种熟练的。啊。啊，用要用力下上去啊。 Thank you.
讲桶水才好听，唔好讲胶柜啦。胶柜在弄啊。胶柜的胶柜。胶柜。嗯，要算，那就都是我算的。这边好吗？对啊，这你要有第一吼，要学习的话，就要盖报纸。用报纸去盖，啊，盖高你要熟练的，你知道他的动作的话，你就会这样。它是每个力道都是要平均的，第一哈，就是我当初在学习的时候哈，要拿报纸。拿报纸，我现在要先用报纸来试试看。我拿报纸给你。好。通常客户都是自己来拿吗？自己来拿也有啊，我们把它送去啊。啊，贴锡箔在这里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贴锡箔，贴锡箔这是最难的，是不是？第一啊，这个锡箔啊，要打平锡箔。那怎么这样每一个都维持？那北北，你这样一天这样要盖多少份啊？这是一般的，还有更软的，都差不多一年多就磨损了。太软了，磨损比较快。我镜头没关系。它盖失败的话怎么办？哎，老板刚才跟你完全不一样。啊，老板这都是手工的，那你是不会觉得这样很难的？就老板都很坚持的。对对对，老板最好了。老板对你们都很好，是吗？对对对对，心很善良。这心很善良才有办法做这个。对对，他也是嘿。这个以前是小时候好，何必？就你要给他一点提速，他没有提速啊，他就所以刚开始的。我想说，那你。